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做志愿服务。我也报名参加社区的那个志愿者的活动，发生过一些特别温暖的小故事，真的让人很快乐。我希望相处的过程中使用礼貌用语。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。家人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做我最坚强的后盾。父母呢，在孩子遇见困难的时候呢，回到家里有一个温暖。恒顺酸甜霸道青醋口味气泡水，昆虫勿扰，本周六播出。